我突然间很想问一个问题，大姐姐很好奇，为什么他没有女朋友？是不是他其实是喜欢男的？想要去唱歌或者看电影啊？嗯，你在马来西亚，你没有载那个女生啊，你那个女生是不会跟你看电影的，她脚会断掉的。就因为那时候很多秘密，就养成这个习惯，就到现在，才不像那个这样，连去夜店。你会逼吗？现在谁接赌网会逼吗？马来西亚那些网红接赌网也，但观众都习以为常了。嗯，真的，你的性生活最近好吗？默默声，也就欢迎来 Cookie 讲夜人。Hello。今天，我也在那边。今天呢，我们要问彼此三个问题。啊？因为你带我来这边是吃东西啊？啊，对，这我们可以吃点聊。今天我们要吃肉酱。肉酱呢，其实是马来话印度话，就是水果拼盘的意思。印度话也是啊。哎，不，印尼话 ，sorry。这个脸啊，腌制脸啊，然后等一下我们也会搭配一个红豆饼，然后叫一点炸五香，好，然后顺便聊聊天。有，很久没有跟你聊天了。有，如果还没有看过我们上一期去拍 Cookie 讲，可以上右上角。这个是左哦。红豆饼，够肉酱，肉酱啊，卖菜，卖豆芽菜，你要豆芽菜吗？一盘卖了吗？是不是？谢谢喽。嗯，你要豆芽菜吗？嗯，不用啦，你不要就不要咯。我要加油条，可以吗？啊，加油条。这是什么？膀胱。大哥哈，膀胱。安哥的刀很利耶。还可以啦。但你几点开始开？我十点半才来。哦，是。才卖的。卖到几点？卖到七点。哇，卖一整天哎。啊，有没有？没有啦。啊，一个红豆饼。一个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是不是有六味？六味啊，六味冰。我可以六味冰吗？好。等等，拜拜。其实我们曾经很久没有一起拍片了。嗯。多久了？要不很久没有见面了。有一年了。应该是年头到现在吧。我去看一下，我们最后一个拍的车是那个 James Bond 那辆。我觉得这是拍车呗，不是拍开箱呗。好像也是有开箱。没有没有没有拍车，去拍 James Bond 那辆车。噔噔噔噔。一点都不像，所以我不知道是谁。你过去半年在做什么？除了潜水，半年六个月，应该有三个月在潜水。来一个浪登啊，一年可以去十次啊，不容易啊。有十次啊？没有啦，差不多。浪登啊！我已经把浪登啊打得很高。今年呢，八次啊？他只开八个月，你去八次啊？但是我今年也去了三次沙巴。有没？嗯，不跟你讲而已嘛，你都不要带我去，他自己去潜水又不带我去。我没有经验，没有什么钱呢。没有啦，我今天没有什么钱做，今天都玩 free dive 比较多。我突然间很想问一个问题，我先问好吗？嗯，大姐姐很好奇，为什么他没有女朋友？是不是他其实是喜欢男的？什么？你会问这种问题？我想问啊，因为真的有人问我的哦，你的很多粉丝，所以他们不是追踪我，但是他们是你的粉丝来问我。哦。因为他们怕你太过忙，然后没有空回信息，那他们就问为什么你到现在都没有没有女朋友？没有男朋友？为什么？比较难呐、啊，难呐、啊，就是我交往的这女生很难了、啊。因为你是排跑器啊，不是？可是可能，对对对对，可是你就不需要自己排啊，你可以，我觉得应该有蛮多人会觉得跟你在一起蛮爽，然后可以排跑去，然后一起拍片。可能我就不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自由。那你下一个想要去的地方是去哪里？下一个旅行还是什么？旅行。哦，你们看完这个影片之后，接下来就是我去台湾的 trip。多几天你要去啊？是吗？啊，对对，多几天就飞了。所以现在这一次去是去拍片还是去找女朋友呢？去拍片啊，还不是讲要找女朋友吗？找女朋友不是，我不会找女朋友，就有遇到就有遇到，没遇到就算了。我的观念还是跟台湾人比较，台北人比较像，不是台湾人。那你可以不可以讲台北跟马来西亚人的观念差别是什么？我真的是很好奇。我们讲说，我们讲要去唱歌或者看电影啊，你在马来西亚你没有载那个女生啊，你那个女生是不会跟你看电影的，她脚会断掉的。因为我觉得可能马来西亚没有这样方便啊，然后就是在台湾呢会自己讲说地点，然后大家就一起去那里集合这样子。嗯，就算是你要追的女生，她都可以自己出去的。都是这样，都是这样。那你有交往过台湾女孩子吗？很多啊。很多个啊？三四个。那你三个女朋友是台湾人吗？马来西亚人啊，你没有看过没？我没有看过。我没有看过，不公开。OK OK， 在马来西亚。你们不管是出去吃饭啊、喝酒啊这样子啊，然后女生就会在旁边坐住不会动的，不会给钱的。不是全部女生哦，我会的哦。啊，90%哦。嗯，我是那10%哦。99%哦。我是那1%哦。
低哦。是啊，然后他在台湾是基本上就 A 到完 free 就出道完就对了。一定是的、啊。基本上在台北，基本上在新加坡也是出道完的、啊。嗯，那是。然后在就这样了，我也不懂为什么。所以其实你主要是说你觉得你想要选台湾女孩子，是因为你觉得她们比较独立。生活观念比较像啊，就是太多小东西了。那你之前在台湾很久是不是？十年、啊。到你问我问题啊、哦？你问我问题不好玩的嘞。去年这整个半年在做梦，这样回答，他的题目都没有营养了。那你性生活最近好吗？你不是要营养，你不是要说这个过度营养？十万 IG 之后对你生活有影响吗？有改变吗？有，不是改变，我觉得是影响。嗯嗯。影响的话就是，可能做东西，因为其实我也不是属于 Barbie figure， 有一些不同的粉丝，就是在不同的城市会遇到，比较容易会遇到人吧。像你肯定更容易遇到人，常常就跟拍照很正常啊，是不是觉得很没有私生活？是，然后这东西就变放大这样子。我很少去酒吧，其实是从我经营 Barbie figure 开始，因为我身上很多秘密嘛。嗯、所以我出去如果喝醉，人家问我就讲就很惨。可是你喝醉一定会把人家秘密讲出来吗？不一定啊。你不知道也会不会？对，可能断片。对，所以我干脆就不要去，因为那时候很多秘密，就养成这个习惯，就到现在，还、不像那个这样能去夜店。你会逼吗？会。我刚才都已经想过了要逼。你会忘记逼？不可能。谁要问我的来？大家很好奇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大家都猜到。但是认识你真的，我其实我也是觉得蛮谢谢你。认识你然后就会比较多台湾的粉丝，因为你的片然后来追踪我。什么？嗯。在马来西亚呢？然后因为我也很喜欢台湾，所以我就觉得，认真的，我认真的。你觉得现在这种生活你喜欢吗？现在这种就是有点小知名度的感觉。我觉得还好。还是可以接受的，还是可以接受，至少，就是有一些时候不需要自己煮，我这样子可以吗？就是会有，看要不要低调哦，是的，不讲，没有，就是可能比较不需要去找工作哦，业配会比较，业配那些就会比较主动性来找，但是我觉得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可能经纪人他们就会对你有一定的要求。他们就会帮你cut掉一些哦，对，他们会要求你讲说有些什么东西不可以拍，有些什么不是，应该是说他们的厂家有些钱没有到一定的，他们就觉得可能拉低市场价格。你现在业配收入一个月有没有超过10000块？你借很多哎、欸。烂价，所以量多没有用。没有，我借不多啊，因为。因为被挡掉了，有一些、我认真说的，有时候你就自己想要，可是你一个月业配连10000块都没有啊？看情况吧，看有没有接哦。我觉得拍摄，因为你讲的是业配嘛，拍摄不算业配，对不对？拍摄什么？就是可能他们只是买我的是。医疗费了，医疗费什么时候要进钱给我？医疗费很久没有找我拍了，我之前也是有拍过啊。啊，之前懂啊，但你是什么？你是独网女王，你忘记了？喂。我们要感谢黄明志，因为黄明志之后大家才开始接毒网，都不会背嘛。哦，是啊。现在谁接毒网会背吗？我现在看到都是那个吴宗宪，我喜欢看的、我们要讲门市这些网红接毒网也但观众都习以为常了。嗯。啊，拍摄什么拍摄？拍摄就是说他可能买你一整天6到8个小时，然后可能帮他拍产品，但是不做 posting、可能你是拍一些照片啊、美容啊、按摩特，这个我觉得我会做比较多。买我的人和时间，可是他们自己去 post 啊。嗯，可能他们用在他们的网站啊，用在他们的外国打。一天这样收多少 ？B。No， 你不要讲啊。不要啦。怎么不要讲？不要。观众可能要找你。你。我的公开过的啊。哦，真的。对啊，我一个影片5000啊，然后就是 crypto 的3000U， 然后我连后台数据都给大家看过了。为什么 crypto 是3000U 哎？要来不来刷哦。其实也是很多 crypto 啊，其实没有很少，就是那种 DeFi 那种诈骗的不要讲啊，可以讲出来，可以讲出来一点。No. 今天好像爆很多料吗？是啊，不好意思，你的影片应该一直哔哔哔。不会啊，不会，很多都不会哔了。我很久没有这样讲话，每天都在拍那种认真吃东西的。那我再问我一个问题好不好？
因为你之前不是有一个很爆红的影片，然后给人家骂的啊，对。然后后来的时候有对你有没有影响？有没有人走在街上然后讲，因为这个人我就是那个影片的人，我不行。没有啊，不会吗？不会啊。NSK 对我影响没有什么影响。首先 NSK 就是有名哦，可是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名嘛。嗯。那时候我是笑中国人戴手套穿雨衣做秀，嗯，然后就给人家扭曲，讲说我笑中国人戴口罩。其实你的主要的原因是说，我在街上的时候看到有两个人戴手套，我就觉得很好笑，在做秀啦，一个人穿雨衣，你不觉得很好笑吗？嗯，就这样而已嘛。可是也是因为这样子呢，变成很多人认识你、哦。没有，那个 video 上了前两天都没有事情啊。是一群中国人到 Facebook 骂我、出征我，然后之后呢才爆起来。然后就因为这样，你的 subscriber 就更多。没有，没有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可是很多人 subscriber 多是因为你们拍摄在 Facebook。真的吗？啊，也没有多啦，就是 view 比较高，因为他们喜欢看不专业摄像。到一，好，这个影片到这里为止。喜欢这个影片，在 YouTube 看到就点赞、订阅、打开之类的，在 Facebook 看到要帮分享出去。Alex Sui 的 Instagram。嗯 ，Alex Sui。Alex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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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水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，Boom。